教育局、共产党最近所有的这些乡亲，大家都坚持的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。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让两岸重新合而为一，让我们共同的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我们不能够缺席，让我们共同好好努力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两岸关系的天平的走向已经逐渐地向中国大陆方面倾斜，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两岸当局应该更有自信，两岸关系的筹码应该掌握在我们两岸我们自己的中国人手中。